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in 哦。那又是一个机场的一个清醒的早晨哦。那其实，在三月份开始呢，2019年这边呢，桃园机场呢提出更多更便民的一个措施哦。现在在我背后位置呢，就是机场桃园高铁站哦。那我就要下去回南部一趟，看一下我的家人。不过我想要提醒，就是说以前都会大家说机场捷运啊，它在末班车的部分现在要多增加两个班次，所以我觉得会更加的便民哦。以下就是关于两个班次的一个介绍。那他有发新闻稿，就是在3月1号之后的一个时间点哦。那我们就推到最旁边这边哦，这是他网页截图下来的部分，我们并且将整理资料，并且附上 QR code、哦。有兴趣的朋友，您可以用手机扫描去他的官方网站查询详细的资料。这个官方的网页呢做得不够好哦，也不够直觉，所以我就想一个方法。我们呢这边的原则是像末班加班车的两班呢都是暂停哦，所以呢我标示的呢就是他的出发的时间哦，所以你一定要在出发的时间点之内呢，以前到达它的月台才能顺利搭车哦。那我们也会附上全画面给你去做观赏哦。那原则上呢，如果你是在环北站，也就是桃园市中壢区的 A21 环北站，也是在南边，你要往北边出发的话，它的增加的两个班次分别为晚上的11:22及11:37。抵达最后的桃园机场第一航厦分别为11:53及凌晨12:08哦。台北车站的 A1 站哦，起始发车时间为11:22，晚上的11:37，这两班加班车哦。往南边最后停靠的是桃园机场 Terminal 2， 也就是第二航厦，分别是凌晨12:11及12:26这两笔抵达哦。那我们要留意的是，这两班哦，不管是南下的列车，或是在中壢区往北上列车哦，它最后的停靠站呢，分别为第一航厦跟第二航厦哦。所以呢，比如说你在从外国回到桃园机场之后要出发的话呢，这个两个班别是不适用的，因为这个3月1号之后的末班车呢，仅适用于从外面的外围地区，台北市中心往南下及21站的中壢环北站往北上的这个车子做试用的哦。在第二航厦上班的学长姐们，他们一下班哦，要疯狂的奔去 Skytrain， 就是空中电车，奔过去。为什么那么急呢？因为要奔过去要赶上12:15的第一航厦的接驳巴士往货运站哦。因为如果错过了这一班的话呢，你就必须等到凌晨的12:40，你才会有再有一班的车子往第二航厦往第一航厦哦。所以大家基本上12点下班都是用生命的方式奔跑赶往电车，准时搭那个班车，就是算是一种另类的运动哦。不过呢，三月一号之后呢，机场捷运非常贴心哦，增加了两个班次当中，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搭上末班车哦。那我们就做表格，那请大家看画面这边哦。也就是呢，在第二航厦的伙伴们哦，第二航厦伙伴，你们在凌晨12点下班之后呢，如果你有办法从你们的柜上直接一路狂奔到地下二楼的机场捷运，并且在凌晨的12点07在月台候车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搭上机场捷运 T2 往 Terminal 1第一航厦的方向移动哦。过程会花1分钟的时间，它会于12:08抵达第一航厦。抵达第一航厦之后呢，你再跑上去接驳公车那边呢，应该原则上如果跑的速度够快的话，中间没有做任何休息，你就可以搭上。所以现在桃园机场增设这两个班别呢，是相当的方便的哦。因为呢，如果你是刚好要搭红眼的班机，要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话，这多增加了两班的这个机场捷运，而且是暂停的话，可以更有效的方便解决你等候的时间哦。还要注意哦，一般民众从机场的这个捷运匝道口到月台呢，至少大家都要保留10分钟以上的这个路程哦。所以大家要先下载好 APP， 抓紧好时间，然后至少保留10分钟能够下月台及进闸门哦，避免就时间真的是抓太紧而错过了班次，相当的危险。谢谢你今天的收看，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分享，按一个赞哦。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在台南市的一个高铁站哦，它位于归仁哦，所以也是我的家乡，我也很乐意哦，请大家可以到台南市多多观光跟旅游哦。